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如来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佛禅。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，现实中你有没有发现，那些身体健康的人其实都是有迹象的，也就是这些人有一定的特质，而这些特质会让他们的身体更健康。所以不管什么时候，我们始终要知道的是，一个人身体是不是健康，未来会不会健康，其实都是有迹象的。当一个人有了这些迹象的时候，必然以后身体会健康。但若一个人没有这些迹象的时候，以后的身体自然是不会健康起来的。所以不管什么时候，我们都要明白，一旦一个人有了下面的六种迹象，说明以后的身体必然会健康。一，头发茂密，面色红润。老人如果面色红润，并且五指也是红润有光泽，并且头发茂密，那也可以反映出老人的健康状况。这是因为皮肤红润就代表老人体内蛋白质和维生素水平正常，且并不挑食。这是因为蛋白质是组成人体细胞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身体缺少蛋白质就会免疫力不足，免疫系统已经抵挡不住各种细菌、病毒等其他病原体的侵入，导致各种大病小病不断，且恢复时间长。除此之外，缺少蛋白质还会早衰，皮肤粗糙、暗哑，五指扁平且泛白，细胞水分流失。维生素是人体必不可少的必要元素之一，比如说维生素 B12。 维生素 B12 需要从肉质中获取，缺少维生素 B12 会导致人贫血症状，以致身体虚弱。所以说，皮肤总是保持红润有光泽，就代表老人饮食结构合理，并不顾此失彼，而且体内营养元素处于正常范围，这也是长寿的体现。二，眼睛明亮，炯炯有神。俗话说，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根据眼睛状态就能看出人体是否健康。比如说，眼睛清亮有神，就代表老人肝气正常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古语有称，肝脏为将军之官，具有疏通肝气、储藏血液、调节机体血流量的作用。而且肝脏的经脉和眼睛是相联系的。中医有言，肝开窍于目，眼睛的状态就和肝气有关。肝火旺盛则眼球赤红肿痛，肝火不足，眼球会视物不清，视力减退，而且眼睛干涩无光彩。而现在大多数老人都有青光眼、白内障、老花眼等问题，导致眼球浑浊没有光亮。所以说，眼睛清澈明亮，炯炯有神，就代表老人有长寿的特质。三，睡眠质量好。睡眠和运动饮食一样，是保证人身体健康运作的营养要素。但是现在很多人失眠、多梦、入睡困难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像烙大饼，闭上眼睛脑子里还在不停地放电影，思维异常活跃，往往熬到天快亮了才勉强睡去。很多人入睡容易，但是睡觉很轻，时常惊醒，一晚上要醒很多次。有的人虽然不醒，但是梦太多了，做一晚上的梦，非但不解乏，还身心劳累。而有的人睡觉鼾声如雷，
看似睡得很香，其实睡眠质量很差，稍微一动就会醒来，这些都是睡眠质量差。睡不好不仅会让人变丑，还会让人身心暴躁，不知不觉疾病就会找上门了。那么怎么调理呢？中医认为，睡不好是由于阳盛阴衰，阴阳失交而导致的，可以分为虚症和实症两个方面。虚症是由于阴血心失所养，而实症多数是因为火热内盛、精神不安所致。因此治疗的时候通常采用辨证论治。比如说因为心虚引起的这种失眠，可以用食疗的方法，可以用百合、郁金和莲子熬粥进行治疗。比如肝火扰心的这一种，可以选用龙胆泻肝丸和朱砂安神丸进行治疗。比如阴虚血少、心脾两虚这种，用归脾汤。还有比如安神补脑液等等等等，都是可以进行辨证选用的。除了中药以外，还可以用针灸的方法进行治疗睡眠问题，这样也可以很好的改善失眠的症状。四，胃口好，不挑食，不厌食。俗话说，能吃是福。如果一个人什么病都没有，却没有胃口，吃什么都勾不起食欲，那么这个人很有可能在酝酿一场大病。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全身都是病，但是胃口很好，吃啥都香，无论是粗茶淡饭还是山珍海味都不挑食不厌食，那么这个人没有什么大问题，可能会长命百岁。很多女生啊，喜欢生闷气，一生气就吃不下饭，久而久之形成肝气不舒，肝气横逆克脾土，以后即便不生气，胃口也不好了。这样的人需要吃疏肝和胃丸。有的人厌食是因为胃里面寒气太重，这就需要吃点理中丸了，寒气化开了，胃气就升起来了。还有的人胃口不好是因为湿气太重，湿气困脾。夏天的时候尤其如此，湿气让脾胃很慵懒，这个时候就需要健脾祛湿，可以用参苓白术散慢慢调理。五，大小便正常。大便畅通，小便顺畅，看似简单，但是也是很多人做不到的苦恼问题。中老年人容易便秘，且女性居多，主要是由于随着年龄增加，肠胃功能减弱，盆底肌的力量也下降了，食物在肠内停留过久，变得又干又硬，憋得脸通红也排不出来。常用的治疗便秘的中药有麻仁丸，也可以直接买中成药麻仁丸服用，同时可以多食用些粗纤维的食物，比如荞麦、燕麦、山药、芹菜、芝麻、核桃等等，也是润燥的不错选择。但是因为热量较高，所以食用要适量。长寿之人除了大便通畅之外，小便也正常。何为正常呢？一次尿，尿量要足够，尿液的颜色不黄也不淡，一天七八次左右。有的人尿少，颜色发黄，甚至尿赤，说明身体有热了，可以喝点绿豆汤。有的人尿急、尿频、尿痛，说明湿热下注，可能是尿道炎，可能是前列腺炎，可以服用八正散。有的人尿血、尿结石，可以服用时灵通颗粒。还有的人尿频，
每次尿一点点，反复要去尿，这可能是盆底积液，可以用小茴香30克煮水喝。还有的人也是尿频，尿量正常，尿色清晰如水，尤其是晚上起夜更多，这个是肾阳虚导致的。还有的人尿液浑浊，泡泡很多，去医院检查有蛋白尿与前尿，被告知是慢性肾炎。这是一个让人担忧的疾病，因为西医说慢性肾炎治不好会发展成肾衰竭。六，经常微笑，心态乐观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有些长寿老人，他们的生活条件也并不是显得那样好，吃的也十分随便，并不挑食，有什么就吃什么，也不是那么注重养生和运动。可是偏偏啊，他们却是长寿老人。而有些人的生活条件很好，吃食也十分讲究，也喜欢运动养生，可他们却并不那样长寿健康。这是因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心态不同。前者因为心态好，能够笑对人生，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，他们都能够用一种平淡的心情去对待，从来就很少因为某些事情而大光起火，人前人后都是春风和煦。正因为他们有一种平淡的心态，仿佛什么大风大浪都难不倒他们，他们都是那样从从容容的。再加上他们在平时就喜欢在田间地头上种种菜，拔拔草，搞一些种植活动，这些不紧不慢的种植活动实际上也是他们的一种运动。正是因为他们有着这样的一种平淡的良好的心态，再加上一些劳动，自然很容易健康长寿。再说我们也总说了，钱财是身外之物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可是在现实中，真正能够做到看破红尘的又能有几个人呢？人到了50岁，基本上人生已成定局，孩子也长大，当初的梦想大多都拼搏过了，可以说50岁后才是我们真正人生的开始。以前我们为了家人去奋斗，可当孩子长大了，以前一直没时间做的事情就可以提上日程，开始为自己而活了。过了50岁后，大家的心愿无非就是开开心心地过好剩下的日子。有人会说，健康才是幸福生活的基础，而快乐就是最好的养生秘诀。所以50岁后，想要保持健康的身体，乐观的心态就尤为重要。那么到了50岁后，我们该怎么生活才能使我们的身体和身心越来越健康呢？一，50岁后学会慢生活并享受生活。慢生活理念是崇尚豁达从容的胸怀和闲适的心态，而不是消极的生活态度。慢生活倡导健康先行，放慢生活节奏。与老年人接触中，我们发现有的老年人过于忙碌，他们中有的像年轻人那样永远在路上，没有歇息的时间，有的进老年大学报了2-3个班，聚会不断，也有的整日为儿女子孙的事忙得团团转，搞得比上班还紧张。其实老年人应放慢生活节奏，凡事以健康为中心。周先生、苏大姐夫妇退休时拟定了5年规划，退休生活像似被按了快进键，节奏慢不下来。带孙辈不仅管吃喝冷暖，最好养娇全包，广场舞、搓麻将常常不来，跟团游匆忙赶景点，急忙拍照，匆匆离去。兴趣爱好参加活动也多多益善，最好名列前茅。可是他们同时又很有耐心，为省钱舍不得出门旅行，为购打折物品排队半天也在所不惜，
为选择便宜旅游，宁愿吃住行委曲求全，为获得比赛名次和中奖机会，可以乐此不疲，重复循环，忘却年龄，追赶新潮，以小失大，静动失衡。退休一年后，夫妻俩感到跟不上生活节奏，体力不支。一次爬海拔仅 72.4 米的佘山，周先生也叹力不从心，苏大姐也在学快三旋转舞步时扭伤了脚。在孙子的养育教育上，与儿子儿媳还常有矛盾。经过一年多的反复调整，夫妻俩放慢了步伐。他们认为退休生活要明白内心真正的需要什么，如何做比做什么更重要，并逐步形成新的生活定位，随遇而安，量力而行，抓大放小，简单轻松，享受慢生活，过好每一天。二，50岁后不要斤斤计较，懂得吃亏是福。很多事情都没有绝对的公平可言，绝大多数人就是不服气，遇到不公平的事情就要争个输赢。这种性格爱憎分明，是挺直爽的人。可世上不公平的事情也有很多，如果每件事都斤斤计较，看似是敢说敢做的直爽人，但也许会被人看不起。如果在年轻的时候有这个毛病，那么50岁后就要改掉这个坏习惯。到了54岁后才明白，当初追求的名利和金钱都是过眼云烟，即便是我们较真的去争取，可每个人挣的钱数就是不同，大家都是工作八个小时，价位高低就是不同，同样的事情还有很多，难道都要去计较吗？其实只要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就够了。如果每件事都计较，不但风评不好，也许还会连累到子孙，也会被人看不起。毕竟斤斤计较的近义词可就是小心眼。很多时候不该自己的东西不去碰，没必要事事去计较。一个人的名声在50岁后是很重要的。塞翁失马焉知祸福，你以为是吃亏了的事情，也许后面还会有别的福气，也说不准呢。三，50岁后和过去说再见，和未来说你好。一直听大家说断舍离，却很少看到有人真的愿意忘记过往，奔向新的未来。也许以前有自己很遗憾难以忘怀的事情，可真正能和以前失败的自己握手言和的却很少。而50岁后的自己也要懂得和以前的自己说再见，也许你的心态还年轻，接受不了自己老了的事实，可你必须承认现在的身体不如从前了。比如你爬六楼加一桶水都不带大喘气的，路上遇到不公平的事儿，你还能吼两嗓子，或者来个马拉松长跑就跟玩似的。可50岁的我们身体不像那么年轻了，我们该和以前的生活习惯说再见了。运动还是要保持，可不能那么激烈的运动。遇到不公平的事儿还是要帮，可更多的是懂得让外界帮忙，而不是自己盲目的往前冲了。忘记以前生活的方式也是大家口中的服老。人到了一定的年龄，不服老是不行了，就算是个电器用久了也该出点小毛病，更何况是有血有肉的人呢？过了50岁的人，就不要学着年轻人那么冲动了，逞强做了自己能力之外的事情，以后落下了病根，苦还是咱们自己。不要总觉得自己身体健壮如牛，真正的聪明人会懂得智取，那些能力以外的事情啊，还是交给他们年轻人做吧。虽然身体机能不如从前，可我们内心的积极乐观爱运动的心态还是要保持的，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才是大智慧，懂得和过去的生活方式说再见是智慧，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就是愚蠢了。到了50岁，这个心态啊可要调整好。四，
50岁后懂得变通。世上并不是非黑即白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底线，谁要是触碰了就会气得跳脚，即使有人告诉他这事儿是错的，他也只认自己的一套道理，别人都是错的，只有他才是真正的智慧人。这类人除了自以为是，永远不会听别人意见之外，还特别的容易脾气暴躁，这样的人活着也挺累的。面对别人的质疑，要一遍遍的解释，可也许很少有人能够真正理解他的视线。也许年轻人血气方刚，年轻气盛，可到了50岁后，大多就知道很多事情啊，并不是只有是非对错。认死理的人就是死脑筋，让别人头疼的同时，自己也活得不轻松。现在社会上有很多新玩意，一不小心就跟社会脱节了。如果还是一个不爱关注新闻的人，那就更糟。如果一直做井底之蛙，遇到事情总要试图说服别人认同自己的理论，那怎么会过得轻松呢？有时候稍微学会变通，可以让对方和你谈话更加轻松愉悦，也能让自己少费很多的口舌，让彼此都不那么累，这样是不是才算是最舒适的谈话方式呢？一来别人听得开心了，二来自己啊也不用过多争论，这才是双赢的好事。人们对幸福的定义本来就是五花八门的，你喜欢怎样的生活，在50岁后就活成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。前半生我们是被动的工作，后半生才是属于自己的征程。只有自己开心了，那么身心和身体都会健康。这也是很多50岁朋友看着容光焕发的秘诀，你们觉得是不是这个道理呢？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，非常感谢您的收看。喜欢佛禅频道，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。在这里，你永远不会孤单。